Welcome to my tube.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曲。那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新游戏，叫做《路易与街道的中塔》。那这款游戏在汉化的标题就写着"蒸汽朋克"，哇，感觉就很不错哎。而且这进来的必须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总觉得就是把我带到哪一个世纪的调调。这款游戏好像是那种需要打斗的游戏，然后包含着语音，所以基本上阿曲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期待。那我们现在就废话不多说的开始我们的游戏。等等，跳出那个汉化虚值，不过现在是对，是那个什么，我是繁体，所以出现简体的时候就会乱嘛。好，有点丑一了，好，没关系 ，Go。请选择是否开启语音。此外，在游戏里的道具栏中也有语音选择，可以开启或者是关闭语音。全部 on， 当然都是我们要原汁原味的嘟嘟，当然是全部都开启咯。这是魔法衰退、蒸汽与齿轮发达的世界的故事。好多阿曲很喜欢的元素，对，感觉就是一个19世纪末的那种调调嘛。不过好像是那种工业革命什么的，不是16、17。其实阿曲的历史一直都很差，对，好像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部分，没有一个科目是阿曲说自己是拿手，就是全部都很烂。对，没关系，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困扰的话，阿曲也是活到现在。有没有为你们打轻一点？没有，好，对不起。这是随着钟鸣声，然后钟塔，然后月亮。有可能吧。哇，太棒了！那我们就认真的看故事咯。这是……あれ、まだ夜？おかしいな。俺ぐっすり寝たと思ったのに。哈，是路易，好棒哦！随时存档，又有语音。不过其实阿曲没有很喜欢玩这种战斗式的 RPG， 因为我觉得太浪费时间。阿曲还是比较喜欢看故事啊，对，什么都不做。哇，好棒哦！这个游戏也太精致了吧！爸爸妈妈，早上好。我明明觉得自己睡了好久，怎么还是晚上？路易起来了吗？啊，我说，难道说我睡了一整天？现在本应该是早上的。说起来，在夜里，虽然现在也是像夜里一样了，不过钟塔的钟响了13下。好奇怪啊，明明不可能响13下的，是钟塔出了什么故障了吗？没办法，我去找老爸回来吧。能修好钟塔的也只有公公了。钟塔出了故障了，要不要也去看看呢？这难怪是刚才敲钟的声音，是不是？哦，随着故事的演进，非常非常的流畅。你爸爸的话，他去找正在温泉旅行的爷爷咯。路易，听好了，不要做奇怪的事，老老实实的待着咯。看来我是一个麻烦少年，对不对？看一下哦，道具有没有？就是一个战斗的部分，然后语音设定是刚才讲的这个，当然是全部还是开启啊。技能，兴奋。哦，料理成功，男人的料理，太棒了！10%的以牙还牙，进入异常状态的概念下降85%。说到男人就是毅力，
这点根本算不上什么。对，是不能按的。然后是手枪哎，好棒哦！枪手见到了中塔男子的孙子，脸上了罗塞正直好强、争强好胜的12岁。妈，这种故事概念的主角都是非常非常的小。情节，中塔出了故障了，起来了起来之后吓了一跳，居然不是早上，而是在夜晚。在夜里钟声响起了12下什么的，啊，真是奇怪啊。总之先去雅里亚食堂看看罗塞长的样子吧。喂，发生的事件你这个还是痴汉的样子啊，根本你这家伙在哪？哇，这个是大半夜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罗塞家现在怎么样了呢？到街道西面的雅利亚堂雅利亚食堂去。等等，这边又是故事的西面还是我的游戏方位的西面啊？如果是游戏的，我们就要走左边哦。工会，看来我错了，这一次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西面，对不对？雅利亚食堂。哇，这么可爱的妹子，是阿曲，我也会先担心你。嗯，好，我错怪你了，路易。罗塞长啊！阿拉，路易だったの。马上变成不一样的口气了。外真っ暗だね。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ちゃったね。怖くない？別に。注文は？ロゼちゃんの笑顔で変態冷やかしなら帰ってちょうだいロゼちゃんの顔も見れたし時計塔に行ってみようっと从西道的街道的西面前往中塔吧等等我还是想再多讲两下啊可是不能外面怎么看都是晚上我就在这里送早餐真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我最喜欢罗塞长做的料理了啊，每天都想吃哦，所以和我结婚吧。大部分都是我妈妈做的啦，是一样的，不会有多讲什么的概念，对不对？啊，好饿啊，还没好吗？罗塞讲总是帮他母亲的忙，真是了不起啊！啊，真想和那样的孩子结婚啊！哈哈，我会和他结婚的秀才对。你呀、啊，真是被甩几次都不死心啊，真顽强啊！希望你总有一天能够得到我回报。超激动的，中塔出了故障了吗？能够修理中塔的也只剩下路易的爷爷，对吧？妈，是啊，因为其他人都变成了老爷爷，然后去世了。妈，毕竟是建造很久的中塔的感觉。后面的那些乐队，因为太阳不升起来，是不是想回去也回不了，回不去了呢？这时候就应该是要看老板啦、啊，看老板黑不黑心哦。路易，早饭吃了吗？可以算你便宜一点哦。快去楼上，这里是宝箱哎、欸，哦，原来还是要四处的探索一下，因为我们要拿物品，毕竟这是战斗 RPG， 拿如何都。大树，早上。晚上好，有点想去中塔，所以能不能让我通过呢？喂喂，你在说什么呢？在能够修理中塔的你爷爷回来之前，这里是禁止进入的呢。倒不如说，这门从里面被钥匙锁上了，谁都进不去呢。哎，钥匙
什么啊？那是……等等，那现在进去的话，一直都在悠转的那些中塔管理工会的人们素不菜了。哈哈，这样说来，就可以尽情的去探险了。说起来，在爷爷的库房里有通向中塔的秘密通道呢。去往街道东边的爷爷的库房吗？神秘的通道是不是？这里是罗塞和皮亚尼的家。一股酒臭味，不要在罗塞家的家门前喝的酩酊大醉的。听不到中塔的钟声，总归是不太方便的。路易，你没法修好它吗？不是那位爷爷就不行吗？我完全不懂啊。妈，这就是所谓的家里长辈太优秀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哟，这不是路易吗？欢迎光临，购买。现在应该什么都不用买才对，不要浪费。哦，我丈夫马上就要从市场回来了，到时候一些食品也能卖了，再稍微等候一下哦。可是我刚才是按什么啊？什么也不做哦，拿入后兜。图书馆，然后哦，路易，在图书馆里要保持安静哦。奔跑。哦，这里有路易的设定画，看啊，哎呀，超棒的，不管是哦。恩菲尔德左轮锁手枪草图，因为没有相关知识的缘故，直接参考网络上看到的样子来画，因为基本上就如你所见的样子，所以没有什么好写的。哦，还有另外一个短的，塞罗，不对，是罗塞，我在乱念女主角的名字什么的啊。卡哇伊娜啊，妹豆酱，哇，那个 cosplay 是怎么回事啊？哼哼哼，凯的万圣节了，所以做了这身衣服。想不到在不久之前，像这样打扮的魔女还是真的存在，这一点就觉得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呢。如果魔法没有衰退的话，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呢？哈，知识渊博的老奶奶，好啊。那个钟塔是大约50年前有许多优秀的钟塔技师们一起制作的特别的东西，在这50年间一直的运作着，一次也没有出过问题。但是现在却突然出了故障，大家都变成了老爷爷，然后去世，还活着的也只剩下你的爷爷了。所以能修理中塔的，也只有你的爷爷了。怎么感觉好像在讲废话？不过我们知道了50年前的时间概念，不过基本上的概念。路易自己本身就知道哦，完成之后50年以来一次也没有出过故障的中塔，居然故障什么的，是这边吧？名家哦，随便进出人家家好吗？哎，在这种时候派不上用场的中塔管理工会什么的，根本不需要嘛。嘛，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嘛，就是做你们不想做的那些事的人。发电广的人好像是挺忙的，说起来也是，毕竟是现在这种情况。啊，是路易啊，你爷爷现在在修理中塔吗？嘛，爷爷正在外旅行。刚才老爸去叫他回来，这样啊。管理工会，
哦，陆毅，你爷爷还没回来吗？大概要过一周才回来吧。也是啊，管家，塞巴斯汀，工会长，中塔的门突然打不开了呢，钥匙丢吗？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门锁和钥匙就对不上了。这怎么回事啊？有点可怕哎。工会成员，你的爷爷啊，真是非常的固执，就是不肯告诉我们中塔的结构。有些地方的结构，我们技师无论怎么调查都不明白。如果能告诉我们的话，明明马上就能修好，那就中塔的，可能跟魔法的世界有关之类的。难道跟之前的魔女有过什么协定？所以基本上能知道秘密的，就只有老一辈的那些人而已。就是会走动的人物。还有库房呢？在这里吗？爷爷的库房哦，这是。你能看到那边的大房子吗？那儿是一户叫做乳修的有钱人的家，之前招贼了。到底是被偷了什么呢？地下室的入口是在哪里来着？看得到这边吗？不是吗？是这里了。我还以为要从那个洞钻下去。这不是一片黑吗？什么都看不见。回来找油灯。典礼没工上。如果是皮尼亚的话，应该有办法的吧？去找皮亚尼吧。阿曲好像一直念错名字哎。刚才的那个什么皮亚尼跟塞罗罗塞的家，罗塞应该比较顺吧。冲啊！大叔不见了，是会在楼上吗？还是楼下？先去楼上看看好。在这里，在睡觉。喂，比亚尼，我起来啊！要死的声音了。近寄りで、頭痛いんだから。ちょっとはロゼちゃんを見習って、親の手伝いでもしろよ。本当に言われたくない。そんなことより、ちょっと一緒に来てよ。やだ。じいちゃんの物置の電気がつかなくてさ、ピアニなら直せるだろ。やだ。時計塔を自由に探検してみたくないのかよ。寻找队友时间吗？どういうこと？いいから、一緒に来てってば。可以改造武器了。因为没有武器店，所以让皮亚尼把武器改造的更强吧。我的手枪原来是这样改造的关系哦。那洛多，想让我皮亚尼大人来改造你的武器吗？还能做到那样的事吗？皮亚尼好厉害啊！嘿嘿，真是说飞来哦。原来要钱的啦，那不是废话吗？乐器用的还是我家的材料和机器，真是只会在奇怪的地方显得特别的可靠啊！我现改造装备的主器，想要改造的时候记得卸下装备。扳手你要买哦？太穷了，所以我们什么都走。那是我的私房钱，到了吧？那你就自己拿着啊。这时候都已经进来了，当然要去一下心爱的罗塞的房间。
7年前逝世的卢塞与平亚尼父亲的照片。啊，在女孩子的闺房游走，绝对是变态。看来应该是非常喜欢父亲的罗塞，对不对？然后这里是啊，洗澡的地方吗？不过这样妈妈的房间在哪？妈妈也太可怜了吧？难道只能睡在客厅的椅子上吗？为什么会是在夜里？我难道睡了一整天？不知道是不是中塔出了故障的缘故，白天一直不来临啊。只是中塔出现故障，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啊？怎么可能会让早上不来啊？中塔出了故障，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老爸去叫爷爷回来了，哈哈，大概要花一周的时间才会回来哦。然后一直在中塔里悠转的中塔工会，现在也不在了。没，那帮烦人的家伙也不在了呀。妈，不知道为啥开不了，门开不了了。但是我知道一条通往中塔爷爷的秘密通道哦。走了，哇！现在马上就走吧。人物设定什么太可爱了啦！冲啊！不对，阿曲要先存个档。看一下那个好了。皮亚尼，护目镜啊，这是他的武器哦。拿罗活多技能，兴奋，高压电流枪。头晕目眩，但是成功的料理会很不得了，就25%就是好不容易做成功了，意外会很非常非常好吃，然后其他的时候就会像黑暗料理，一吃就会死掉，是这样吗？因为职业性质的缘故已经习惯了，现在就只是个巴拉巴拉吧。好，为什么？是因为阿许没有转到那个简体系统去玩，所以现在看不到那些字吗？进入睡眠状态的概念变成100哦。刚才那个意思是阿曲的字体有时候在进入游戏的时候是他读取不到，因为系统不一样。对，因为毕竟汉化组是用简体系统去做更改，所以有时候繁体系统的部分是没有办法支援的。所以在玩很多游戏的时候，阿曲会直接把电脑系统整个转过去简体的部分，所以才会游玩的顺畅。这方面就不要再问阿雪，就是应该自己会知道嘛，就是要去 Google 这样子。然后这自用武器能以低价改造哦，就是我们去改造的部分，帮我修理一下吸气嘛。总之也把皮亚尼敲醒了，赶快去爷爷的库房，让皮亚尼恢复电力吧。真想赶快进去中塔里面啊！啊，我觉得我们的冒险笔记要认真看，对不对？放我们的支线任务可能就会错过，对哦。不过不知道这款游戏是我觉得应该是单一结局项啊。那我们就走吧。从这里可以通往中塔，但是地下室的电力没供上，里面一片漆黑。在这样的地方有秘密通道啊，还真像是路易爷爷的作风。能够回复电力吗？嘿嘿，那不是当然的吗？哇，好厉害，已经修好了。嘿嘿，好啊，我们马上要向地下做进发吧，为什么用词好怪哦？那阿菊瞬间卡螺丝了，这是什么啊？不知道。驯服的剑实在通得太快了，我们觉得可以慢慢走一下。哦，齿轮掉在这里真的没关系吗？为什么会掉在这？哦，扳手哎，没当提。
戏雪之声，这是啥啊？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变成森林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妈，好像连雪都下起来了，但是这不像是人造物啊。什么啊？难道你想说这是魔法？魔法早就在很久以前就消亡了吧？妈，好像是呢。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我们去调查看看吧。话说回来，好冷啊！冒险笔记，雪，冷静中它是很好啦，怎么会有雪啊？好冷，还被会动的雪人袭击了，这到底是啥啊？到底会发生什么呢？去中塔内部调查一下吧。哇，有那种类似下集预告的感觉，那种阿雪还没有被雪人攻击，就已经知道要被雪人攻击了。嗯，这有点小小包含了小小的剧透哎。好啦，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里咯。一样，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不妨可以订阅我，或者是点个喜欢。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See you! 拜拜。